商讨非核计划。据报，美国务卿下周再访北韩。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引述熟知情况的人士报道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打算下周出访北韩，以商讨北韩非核化计划。金融时报报道，美国官员说，蓬佩奥为了前往北韩平壤，已取消原定7月6日在华府会见印度外长的安排。这将是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本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后，蓬佩奥首次往访北韩。